打不倒我的，只会使我更强大。各位，你的人生遇到危机了吗？遇到低潮了吗？当我们遇到觉得是绝境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什么能力可以使我们绝处逢生呢？白羊星座的朋友，你们是非常有领导能力的，或者我不屑跟一群人相处，我也没有什么想领导谁的欲望，但是我做好我自己总可以吧。所以白羊星座的人，只要你能好好发挥你身上的特色，一般来说你应该不至于招来什么绝境，人生是往上走的。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很有个性的这件事既能让你成功，也能让你失败。因为很有个性的人可能就不听劝，耳朵硬，或者是当你壮大了以后你必须转型，可是你并没有很好转型，你还是把一切牢牢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当外界的时空开始流转，你有可能就会遇到绝处哦。所以绝处逢生这件事很需要你发挥身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合作能力。也就是说，当你学会信任别人，愿意纳入别人来成为你的团队，那你的人生怎么会有失败呢？金牛星座的朋友，你们身上有一种能力叫做吃苦耐劳，所以其实以吃苦耐劳的本质来说，你们突破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坚持，以及拿出努力不懈的精神，吃苦当吃补哦。即便出身多么的高贵，但是说弯起袖子来苦干，就弯起袖子来苦干。这一点耐力或这一点能力呢，那绝对是别的星座比不上的。但是不要太安贫乐道好吗？因为你们很坚持，有时候呢收入不多，你也能够在那有限的收入你做一个不错的安排。所以我很担心你，因为少少的钱也可以把自己安排得很好，然后你就不屑赚大钱了，这是不行的哦。双子座性格非常的好胜，而这个好胜也会使你们的绝境方面呢，就会反而努力的去克服它，因为你们会发挥你们的创意哦。比如说在人际关系上如果受挫，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公司生存，那有什么关系，那我就来做老板。所以有时候绝处呢，反而会激发了双子的斗志哦，激发了双子本来不想做的事都能够开始去做哦。可是我要提醒双子座的朋友哦，我知道你很坚强，但我就怕你的坚强是演出来的。当你不声附和的时候，或当你其实有点脆弱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装坚强了，因为装坚强反而会让你自己呈现一种很容易被折断的状态哦，那反而会导致真正的挫折来临。必要的时候让自己柔软一点，或适时的用幽默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软弱，我个人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哦。再来就是巨蟹座了，巨蟹星座在我看来呢，也是自尊高、能力强的族群哦。没有安全感的你们，一般来说不会让自己的人生走入绝境，因为你们很害怕这种失去保护的感觉，所以一向来说应该都是走在一个轨道上吧。但是由于你们的情绪非常的容易焦虑，而且有时候呢可能行走江湖难免会受到一些阻碍，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陷入一种你自己都不了解的焦虑当中。那我给巨蟹座最好的建议就是，请你把你的恐惧跟焦虑说出来。当你说出来，然后透过周遭人的反应，或者是说出来以后，你会发现本来在你想象中那么大的一个麻烦，在别人看来其实还好，甚至于他们有很多很理性的解决方案，那你的焦虑就可能瞬间就化解了。你就会发现原来绝处有一半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悬崖好像也离你还有一段距离，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就会好很多了。狮子座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综合体哦，你们是没有自信跟太有自信的综合体，所以有时候呢会在你们身上呈现出一下讲话很高傲，然后一下子呢又非常的谦卑，所以咯没有被人肯定，或者是从绚烂归于平淡这当中的不适应可能就是你们人生的绝境了。我必须这么说，有些人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就会选择躲起来，或者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绝境的用意了。你的绝境通常是要你放下过度的自尊心，放下过度高傲的姿态，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平凡的你，或承认自己很普通的你，也能散发光芒。而且最终呢，我也希望狮子座的同学知道一件事，舞台不是你以为的那样，舞台有非常多种，这个舞台上不了，上下一个舞台嘛，加油哦，你一定能绝处逢生。
再来就是处女座了，处女座常常会招来一些小人或者是打击，不过没有关系，你们本来就是很厉害的，很好学的，很勤劳的，所以越是困难越能够开发你多样化的能力哦。就算你本来是家庭主妇，很可能先生出了什么状况，哎，你反而开发了很多的商业能力，开始做起小生意，结果表现得比先生还要，也不一定哦。所以处女座的朋友绝处逢生的能力可以说是跌破大家的眼镜。那话又说回来，因为处女座太喜欢挑战不可能了，所以这样的天性有时候反而会在不对的人身上卡关卡很久，也就是说挑战不可能这件事如果不是用在人的身上，一切都好办了。天秤星座的朋友，你们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了别人你就会无比的坚强，但如果为了自己，生活简单就好。说到克服绝境这一题呢，天秤座真的是比谁都需要伙伴哦，比如说伴侣也好，或者是他的公司，他的部下，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无比的坚强，绝境也不算什么了，因为他觉得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一起的，大家一起克服，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所以天秤有一个危险啊，那如果你是单个儿，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是非常需要目标跟理想的，所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设定一个时程，有了目标，有了理想，那么我相信你就会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它。再来就是天蝎座了，说真的，我觉得天蝎是一个蛮需要困境的星座，因为天蝎天生有小聪明，而且还蛮懂得判断一些情势，所以简简单单他就能够把事情做得还不错了，不是吗？所以如果人生都是顺境，小聪明的天蝎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业。可是这时候如果出现有人跟你挑衅，或者是制造了一个好大的危机，让一个天蝎再也不能够安心的躺下去，他反而就会奋起去克服那个困难，而这个困难也可能会成为他人生的一道曙光。所以所有的天蝎座不要害怕绝处，因为绝处就是你终于逢生的开始了。那但是我也要对天蝎说，当你成功了以后，请记得一定要放下仇恨，因为那曾经是你的力量，可是在你成功之后，它就会成为你的绊脚石，也会使你无法再向上，所以记得要放下哦。另外一个呢，就是摩羯座了。摩羯星座的朋友，你们是心高气傲跟自我贬低的综合体。虽然你们有吃苦的能力，你们也有坚韧不拔的本质，而且你们也非常的希望努力往上爬，最终通常也能够往上爬，但是你们的绝境很可能就出现在你们个性的反应上，比如说在人际关系上就非常的吃亏，心高气傲很可能会气走别人，自我贬低也会让你们在人际关系上使别人觉得很累，还有呢，你们的个性僵硬也使得可能周遭跟你分开的人，他们很可能就会说你的坏话啦，把你讲得很难听啦。所以呢，我认为所有的摩羯座都要学会放轻松，以及学会相信别人，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是一种互动出来的东西，所以当你改变了自己，你就能够相对改变你周遭的环境，你会发现成功没有那么难，然后你也没有必要那么的自我贬低，还有人生不一定要靠吃苦来累积，你要慢慢学会享福哦。水瓶星座的朋友看起来非常的坚强，或非常的理性，或者是有时候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你觉得他的人生怎么可能遇到挫折呢？那你就错了。水瓶座的这个外表呢是装出来的，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什么人生的困境，他们通常会单溺在里面，因为他觉得他需要自己去摸索，他必须要搞清楚人生的方向。而一旦一个水瓶进入这个模式，就会有点像哲学家，很可能需要隐遁一下，很可能需要隐居一下，来找寻人生的目标跟意义。所以咯，一个水瓶座可能需要想通某些关节，他才能够从那个绝处的或者是深渊里走出来。我们要多给他一点耐心或者是陪伴，而不要拿世俗的很多事情来压迫他。射手星座的朋友，你们的守护星叫做木星 Jupiter 吉星，好吗？所以通常你们身上呢都是会先有上天给你们的礼物，有时候运气太好反而是你要担心的开始，就好像中乐透反而会导致破产是一样的道理哦。所以你要自觉自己的幸运，然后谨慎的使用这个幸运，否则的话有一些射手是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很多幸运，然后甚至导致了你可能开始傲慢，你可能开始轻忽，所以很多不当的射手能量可能会导致有的人乐观过度，
或者是赌性坚强啊，或者是开始觉得胡作非为也无所谓，那么那就是导致失败的开始，是这样的滥用幸运才会导致你们的绝处哦。所以请射手座注意这一点。双鱼座在绝境中生存的能力是十二星座当中数一数二的，而且你们其实适应能力很强，然后让自己人生往上爬，简直就是绝处逢生的正能量。可是我必须说，很多双鱼座呢有逃避现实的这个能力哦，有很多时候你已经有了某一种我们很看好的能力，但是你觉得哎呦我有瓶颈，我有困难，然后你想逃避的时候，说真的你旁边也有真的很多路可以让你逃，那不就是好不容易成功的地方你又把它放掉了吗？所以这种逃避现实又造成了你生命中的下一个障碍或下一个绝境的可能，可以这么说吗？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找绝境啊？这是不是有点是你性格中的缺点呢？双鱼应该去思考一下你跟绝境的关系。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个人认为人生一定有低潮，就像运势有高有低一样啊。那为什么上天要设计很多低潮给我们呢？因为它要带领你迈向下一个高潮。所以咯，刚开始会很不舒服，刚开始会觉得自己过不去，可是最终很多很多人已经验证了这一点，通常就是那个低潮是一个大礼物，它来开发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所以咯，突破你现在的低潮，我们期待未来的你。今天好正能量哦，怎么没有人拍手？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 Vogue 频道跟大家见面了。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常识或占星的小知识。我们 Vogue 见。